这边到处墙壁上面都贴满着，超身临其境的。好啊啊啊！法国刚被什么东西摸到？搞什么搞什么？哎呀，行，今天是稀有的外出蛙神哦。现在太阳非常非常大，快热死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松烟。哎，为什么来到松烟呢？我们看到我们的正后方那个地方有学生妹，不是啦，有那个。有返校的特展，那我们现在人在松烟这个地方，7月6号到9月20号的时候，对，长达两个月，我有算错吗？两个月，两个多月，你都可以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去体验看看返校。哎，你知道返校是什么？返校就是我大概2年前的时候曾经玩过的游戏，然后在今年的时候，还是去年，去年的时候电影，时间过好快哦。那今年呢，在2020年呢，你可以来到松烟这个地方，然后去体验他们的特展。他们的特展有什么呢？不是跟那种一般的特展，就是把一些返校的东西摆出来给你看看。No， 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就去体验看看。然后听说它整段走完大概要10分钟，不过我们可以拍前面大概5分钟左右。所以等等，我就会带着我的那个晚上可以看到东西的那个什么夜视摄影机，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，用我的第一人称，好不好？你觉得我们只能够拍前半段啊？听说恐怖的都在后半段，所以我等一下大概80%不会叫。拜托，如果你认识我的话，就知道我很喜欢看恐怖片。看恐怖片这么多人，还会怕恐怖的东西吗？好不好？那等等我们就进去看看，准备 ，Let's go！ 我要进去喽。快两三题。好。为什么要两手？还有蜡烛可以拿。那跟你讲一下里面规则，就是录影的话可以录到厕所那边。对，那里面会有演员，演员停止的话就是表演结束，就可以直接往前走。OK。那里面会有门，门的话上面贴符的话就不要推。所以这是类似鬼屋的东西吗？有一点像。不是，我走了。那有任何问题的话，如果提突发状况，直接帮我找最近的工作人员就可以。好，没问题。好。你没有告诉我这是鬼屋吗？这是鬼屋啊！你没有告诉我，你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！可以走了是不是？嗯，可以这边往上。好，我们要走了。我先开夜视模式，我知道现在很黑。Oh shit！ 好，那我现在在等报警。所以等一下不会有我一个人，还有你们。对，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，我没有在抖，跟着我一起进去。听说黄氏兄弟他们已经进去了。好，我知道吧，我就一个人进去就好。我还特别去租了一个可以夜视的摄影机，它原本是长这个样子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超暗。我现在看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。哦，可以往前走了。你会陪我一起走吗？哦，是。等一下，太暗了啦。我有蜡烛，可是太暗啦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教室，我尽管开了夜视模式，还这么暗。隔壁在叫啦。哎，隔壁都一群一群人在叫，等一下我觉得很糟糕哎。所以我等一下大概80%不会叫。80%不会叫。可以往前了吗？不是啦，这太暗了啦。等一下。我其实蛮不喜欢这个样子的。等一下，这超暗，你们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吧？方瑞星，你在吗？我现在人来到的地方好像是一个教室的样子，这边有个教室的门，你们应该看得到吧？教室的门，我觉得我需要手电筒而不是一个蜡烛。打扰了，哦，方瑞星，请醒，外面下雨了，外面在打扰，哦 ，shit， 不会叫。所以这里的剧情应该是魏仲廷出去打电话，然后方瑞星他找到他的项链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往前走。哦，那门的声音。Oh shit， 角落这边有蜡烛，太多转角了啦，不行啊。那边有一个椅子。我有说过我很喜欢看恐怖片，但是我不喜欢在恐怖片的场景里面。
这边到处墙壁上面都贴满着，超身临其境的。好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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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刚被什么东西摸到？好的。等一下。门在哪里？是 ？What？ 是走这吧？这里还有一扇门。啊！打扰了。啊！这里是什么浴室吗？浴室？浴室还可以拍吗？我不要拍了啦！这门的声音不幽啦。我来到一个很像浴室的地方。这是浴室吗？你看那个墙壁。Oh no! Oh no! 你要看我现在有多狼狈吗？这左边这门就很不幽啊。里面有声音，滴滴答答的声音。哦，这是那个方瑞欣的那个镜子。啊，这是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镜子会冒出东西。你们为什么站那么远？是哦，这是最经典的那个啊，镜子破掉的那个地方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是忘记了，还是害怕想起来？好，哦，廖北亚有看到吗？上面有写，好，我继续往前走。我一直很害怕这个门会突然冲出点什么东西。哎，廖北亚，麦囊。好，这门有点虚掩着。OK， 好，那后面这扇门，你们看到没有个椅子？后面这扇门之后。我就不能够再拍摄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嘞，在7月6号到9月20号，请你自己来体验。廖北亚麦脑。好，那我就先从这个地方关起来了。我不是害怕，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见面了。或许你可以继续完成体验。好，我可以往回走，对不对？不能。哦，不能往回走。好，那我们等等见，拜拜。还给你有不玩了，谢谢。有够恐怖的啦！怎么那么多人？你们是人吗？听说后面那边都是互动区，我不知道刚刚前面那个算不算互动区啊？我心脏有点痛。那我们继续，前面怎么又这么……哦，我还以为是鬼，对不起。好，这里是。电影里面的监狱，游戏中的监狱，哦，超像。为什么是游戏？心情还没平复。这是游戏中的监狱。哇，这真的是铁的！哎呀呀呀！它会动，它本来就会动。我一直被东西吓到了。它这是完全是铁的，铁链，而且很沉很重，大概握起来有2-3公斤。还蛮重的。然后这件事，如果你可以想要进去拍照，是可以进去。体验被关起来的感觉吗？对。我人生中没有进过监狱。放出去。也太黑，地上蜡烛可以补光。还可以补光。哎呀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接下来是方瑞欣的房间，然后主要是因为游戏创作，他是用四月望去结合他的四个心境嘛，收音机嘛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没记错的话，所以我们就是从游戏中解决四个片段。
连那个细节都做出来了。那个衣柜都是吊在上面。嗯哼。哇。哇，真的超还原呢。这一区的话，因为其实我们在情节上面是体验上都是走比较负，就是 bad ending 那一个部分。嗯哼嗯哼。做的比较亮一点。了解。哇，这条昂昂诶，瑞星。这边就是在介绍一些方瑞星这个角色，还有其他角色他们的一些详细设定。这一整区最特别、最特别就是赤竹为我们重新开发的魔都原型。魔都原型，这个是从来没有公开过哦，一个版本。对，所以可以试玩，玩一个章节。哦，所以这之后会试出吗？还是只有 only for 这里？只有展 only for 这里。隐藏章节，返校前章，就是第一代，然后被砍掉重练。哦，连打开包包那个动作也都很棒。学姐啊！啊！哎、欸，你们家培培叫我吓你的。现在怎样？Hello。这个是马的频道吗？是。我很专心在玩，吓死我。那我们已经体验完，我们先走了。啊，你们刚刚玩的怎么样？我被吓到吗？有，我一直叫。所以我刚刚听到的尖叫声是你。我是被他吓到。我没有叫，我超勇敢。哦，真的。我就完全不怕。哦，我很讨厌 jump scare， 所以我就一直叫。所以你刚刚听到我的叫声。我刚刚可能有听到叫声，就是我刚刚从头到尾都非常淡定。就这个如果恐怖一到五颗星的话，是大概五颗星。吓死我了！你们要走了是不是？对。好啦，拜拜。我要继续破这个，希望不会有人再抱我。好棒哦！你看之前在游戏里面就是看到前面一条河，然后他这边把它做出来就是雨下很大，外面完全变成水。结束了，玩完了，学姐赞，买东西喽！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你逛了一个展区之后，后面通常都会有贩卖所，那你可以在这个地方买到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。所以你来这个地方啊，记得钱包带厚一点，应该可以带出很多很多你喜欢的东西。走，看一下我什么。这有返校的杯子，我想买他的牙齿，他有卖牙齿，太可爱了吧，太可爱了，牙膏。然后这边还有各种各式各样那种比较古早味的披布，这个背带，这个背带太棒了吧，有点封锁条，然后背在身上那种感觉。这个是那个可以贴在上面。嗨，很久不见。口罩，我怎么认得出来？啊，嗨，你看看是谁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很好看？嗯，刚买的吗？没有，还没。我在试戴。你还没就把它背起来？试戴啊。那这怎么办？试戴。好，不然我试试看。你刚有被吓吗？吓死！超恐怖！吓死！你刚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？一群。为什么你可以一个人？我也是，也是，一个人应该超恶心，超恐怖，超恐怖！你刚刚最被吓到的地方？我在后面，所以我是被吓到。你没有看后面吗？屁啦！真的，真的啦！啊！有啊，竟然有人完全没发现。超恐怖，那是最恐怖的地方，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过东西会。我刚刚是走到一半被人摸，你知道吗？我没被摸，但我一直被吓。恐怖。而且那根绳子，因为我们是一群人，然后前面的人就一直狂拉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哦，你们有绳子就对了。第一个人拿蜡烛，然后后面有全部牵红绳。我觉得那条绳子上一定充满了手汗。都流着各种手汗。好了，等等见，你快去买，我要去买东西了，拜拜。我去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这边好多好多哦，我来买一个。买几个东西送给大家，我刚刚精心挑选了几个礼物送给大家，那大家只要在影片底下的地方留下什么来着的松烟，一起来返校，有机会可以抽到我帮你们挑的赠品。那我挑了些什么东西呢？我挑了这个蜂茶条，这个就是你可以在家里把就是你哥哥、你姐姐、你妹妹、你弟弟你不喜欢的东西全部把它贴起来，蜂茶起来。好，加一个东西是杯垫，这个是三样里面的东西，我觉得最普通的一个，但是上面有写返校哦。最后一个嘞，这个超酷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印章，什么印章呢？蜂茶章，好不好？就你可以把它带去学校，然后在老师的桌子上面。那三个东西，大家就在底下留言区留言。
松烟一起来返校，就有机会可以抽得到。那我们就出去了，拜拜。